我们走错路了。2022年5月29号，你看这个林相。重新爬回来。的打雷声已经开始了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打雷的声音。山上起雾了，录一点。我镜头转过来，是2022年5月29号，我在森林里，我在登山。Look here， 我走过了水，忘忧森林，现在要往前走。伙伴们都已经跑得很远了，就开放直播。可是我的直播系统好像有点怪，现在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我在森大地哒哒哒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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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地哒哒哒哒地哒哒哒哒。前进，再下。
条路而已啊。做朋友，而是想温柔牵你的手，我还想偷偷跟着你走。